首先有没有请教老师的是根付用呢，是不是可以用在我们高丽菜这部分，包括呢肥乐旺呢是什么样的作用，主要是因为它有买到我们的553、哦、还有送到两包这活力旺啊，如果是有那个啦，有那个活力宝啦，那他想要请教老师，就是活力宝呢是不是553啦，553的这部分呢是不是可以用在高丽菜喷后面。那再来就是想请老师呢搭配一组产品啊，好一点，种植高丽菜的时阵会当使用。来，老师。这种呢，有一款这个物件吼，当然我个人伫咱的这个栽培管理内底吼，那么咱通常是有去改做无同款的一款在吼，大概这些东西吼，我们都会特别去给做一个这个做一个这个安排哈，比如讲你提到这个一项一项来啦吼，比如讲你伫根的一个这部分吼，咱通常你咧用吼，那么最主要这个根附用吼，这种的这物件来讲，伊是一个这个比较属于一寡在。伫土壤浇灌吼，然后最主要就是讲要让伊伊根系的一个发展吼，伫根的节节发展呢，那么有较好的节帮助。那么这内底吼因为伊有一寡其实它最重要伊的是这种藻酸之类的节物件，然后加维他命 B 吼，它也有一个味道吼，这有一个很特别的这种。这种这个味道吼，这各种的这去做一些组合啦吼，所以基本上是这款的这经营的吼，所以伊这是伫国内吼提来做一种的这调配吼，所以有一个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吼，所以你那是来用呢，大概是伫土壤生长的时阵吼，就是讲你的土卡那是较无糖遐尼好，但是。这物件伊通常也当去，伊除了藻酸，佮有一寡这种植物的一个植物类型的这种有机酸哈。那么这种有机酸最重要，这目的是要改善这种阳离子交换能力吼，咱就讲这个地呢较湿性吼，较袂肥，较无糖遐许吼。要只食袂起来，落落就老掉去，这种的吼，这通常咱对当来用吼，这改善土壤的这个这个活力吼，这物件呢，这提来用吼，这用伫这个各类菜，当然你生长的时阵就是讲土若无讲盖好吼，大概这个东西其实你也是可以拿这个东西提这物件来用吼。那么大概呢，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吼，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不还可以去使用的一个所在吼。那么另外进前咱这个咧办活动吼，咱这个553吼，553呢这个伊有一组要送两包吼，其实那个不便宜吼，其实送给听友诶，这物件呢都不便宜吼，伊通常吼这伊有一个这个许呢，大概一罐。它是荷兰的这个有机质的这种肥料哈，为荷兰进口。那么因为在荷兰哈，因真济哈这种比如讲因在屠宰场哈这些物件哈，所以咱真济人拢会改归类讲这种就是荷兰的这个这个北来啊肥哈，这大概都是这相很相类似的哈，就讲这一类的东西。拢相当的一个类似吼，这是一个咱咧讲一种北来啊肥吼，这以这种北来啊肥吼，伊通常就是讲伊主要的一个主成分吼，比如讲像一个较特别吼，它可能就是一些以羽毛粉啊，一寡饲料吼，饲料这种啊，甚至呢这个比较特别吼，就讲伊这物件咧为了。伊这个有吼，因做巧克力啊，以什么款吼？这个里面还有这种可可的这个这种粉末吼，反正就是类似在以可可做料在废渣吼，去所生产的这个这种的这有机质的这肥料哈。那么第各种因为伊组合相当的复杂哈，所以呢，在应用的时阵吼，效果还不错了哈，所以真侪人。
因果吼，大概都还啊蛮、有那个蛮有感觉吼。那你讲个真济，你讲讲啊，这荷兰的这北拉贝吼，这大概是安尼滴。你这个欧洲他们其实也用蛮多的哈、哦，用蛮多的哈、哦。那么这物件就是安尼，就是讲它其实上大咱咧用的时阵吼、哦，这真济啊。以这种物件最主要的是这个搬运啦吼，伊、那是底下。搬来搬去，搬去搬落哈，啊，伊个成本都拢足悬嘞，吼，啊，无这个东西呢，其实还蛮好用的，吼，啊，只是讲等下搬去搬落的时阵呢，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比较的简单讲的是讲啊，迄压力就较大，吼，迄成本一直往上垫高。那么你这间隔嘞，才真济人咧用，吼，这一般来讲，一分地大概是6到12包，吼，看这个。比如说你如果要用过用12包、哦、大概是一个、感觉还不错的一种这个用法啦、哦、就是说它、这一个装、哦、大概都是装20公斤、哦、20公斤、啊、20公斤、哦、你在用的时候就是说它、差不多在这个20公斤，所以你12包到15包这个地如果很散的、哦、这种对于氮肥需求量呢，它管呢，这里也当给个给个黑一挂啊、哦，就是这个东西可以稍微多一点，也有机质含量很高哈、哦、啊，这种可可粉这种的这物件，这其实可可这类的这最主要的东西，要去改善伊的这个啊，这个发酵啦，就讲有机质的这含量哈、哦，所以啊、这个呢是可值得哈、哦，值得你也当去个试看买一下哈、哦。那么你用呢，大概我的习惯大概就是6包到12包，有的人较侪下到15包哦，这较少，差不多6包哦，这啊一般呢，一个这用量，差不多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正100公斤，然后105公斤左右哈、哦，啊一点卖超过，因为伤侪哈，它有时候就。第一吼，这成本咱也是占未掉吼。比如讲，你很真重，啊很真重，伊个啊伊个嘛是一寡许吼。这肥料呢，其实这有机肥它是属于比较有机肥来的，以肾功是较速效的这个啊，这种这个有机肥有机质的这肥料吼，一种物件来分，尤其伊个这个氮肥吼，这蛮高的吼。啊，你一盖个下伤济，伊个初期氮肥就伤过老悬吼。高了太离谱也不好、啊、所以咱一般就是讲啊，咱家系差不多伫这个啊，卖超过15包、哦、一般的12包的这范围内底，12包的大概就是啊240公斤哦，伫这范围内底咧用咧很安全哦。啊，你也是较悬起，有当时咧土那是基性较悬的时阵啊，有时候你这个啊有机质氮伤过较济吼、哦、啊，土壤的这个负荷不了，安怎讲负荷不了，其实就是产生这个。啊，这阿摩尼亚吼，这对于这部分呢，这个啊的不公钙好了吼、哦，所以呢，一般来讲，这有机质肥料，唔是讲越多越好啊，一种无肥的吼，咱咧讲的就是讲，伊个纤维值很高吼、哦，这个啊氮肥来其他的一个这种，尤其是氮的有机氮的这含量足低这种的吼，伊、哦、就是纤维质，纯粹的是纤维质吼、哦，这个一包内底可能伊个有机质含量超过80%，然、哦、后这70-80%。啊，这70-80%的姐姐有机质含量，但是呢，它里面氮呢几乎就只有不到1%哦，可能是0.68、0.5。那这种的呢，就是表示伊拢是纤维质的这物件，所以你这个纯粹是改善土壤，你加些寡这不要紧哦。但是你较省啦吼，比如讲以咱这个啊，这种这个肥料吼，比如讲你家下这个。啊、有的人讲啊，我一盖那个系30包够要紧吼，30包，伊一包20公斤，你安尼拄啊好600公斤吼，600公斤你甲乘以伊个啊，这个氮的含量是4%啦吼，啊，这4×6=24吼，大概一纯氮的、就是啊，这个有24公斤的这个纯氮，啊，这24公斤的纯氮是啥物意思吼、啊？就是讲你那是甲伊啊，这个用24公斤去甲算吼、啊，这是纯氮哦。24公斤去甲乘去甲除以0.46是这个热素吼，所以等于就是下一包52公斤的这个啊，这个热素拍底。啊，你若准讲去甲伊下这种啊，这个乙硫胺来乘0.23的这氮含量呢，等于就是下104公斤。2.5包的这个硫胺，一分地你等于就两包半的这个硫胺在这内底。啊，你甲讲迄个死未死啊？
所以呢，即有当时啊，真侪即个肥料就是讲有真侪人讲啊，迄好笑，迄啥物荷兰的北兰肥，我下一个吼，啊那个咸咸是安尼吼，啊想讲即荷兰的棒较好啊，我就改鸡血瓜吼，啊听到鸡血瓜，咱就错咧蛋吼，因为咱一定爱去知啊，伊即个物件含氮量是很高吼，啊这种东西一个啊，这种有机质的即个蛋吼，但是呢，这种有机质蛋还是蛋。你个下个遐定济时阵啊，这个量呢其实是比较不好，所以为什么咱会甲你建议讲啊，即、這个啊，伫即种上好的是讲一分地吼、哦，大概就是不要超过吼、哦，不要超过呢啊，即、這个300公斤吼、哦，这个原因就是讲啊，即、這个量因为伊。有一个分解这个期间，你300公斤，你一分地若无超过300公斤，伫十五包内底，其实很安全。啊，你若各一杯去30包，迄个足歹讲诶，吼。但是啊，真侪好朋友当时啊，摕到这個有机肥诶时阵吼，啊，伊毋是安尼想啦吼，伊讲我进前迄个许吼，这对一斤下，我下几包，你敢知影？120包无代志，所以这恁这无可能，这102包无可能，含这12包会当拄等较许，我下30包出代志。啊，伊102包是啥物？102包两伊个全部伊个有机质含量就只有不到1%。所以你下102包，伊氮素是足低，所以这有当时啊，真侪物件咧比的时阵吼，啊，一定爱甲好朋友特别强调啦吼，就是讲啊，尤其任何物件，就是讲，咱常常咧强调吼，这物件是过犹不及，就是讲你肥那是下超过啊吼，而且含你无下肥，意思是同款啦，这就容易出代志吼，所以呢，啊，只在只当互咱好朋友吼，小来甲伊啊做者了解着吼，这是一般通常就是讲。你一定要相当的一个小心啊！咱对作物来讲吼，尤其呢拍地吼，尤其啊，是安怎真侪咱种水菜，即好朋友呢，因总爱用这种啊，总爱用这种即个北来啊培养，伊起来迄色足水啊，伊得等于是一个反效性的蛋。你讲伊慢慢啊，即一水菜20几工吼、哦，啊，即、这个30通工啊，拄好吼，即、哦、差不多迄个时间拍底啊，用个淡淡啊开始种，啊，因为伊量一出啦，后面讲伊一分地6包，哦，8包啊，宝宝啊，伊即马来呢，伊长呢到发起来到一个叫生啊，即、这个菜甲生果吼、哦、啊，整理好材料，搁一遍肥啊来就单收成，哎、啊，起来菜都足水诶。好、哦，这个原因就是出在这个所在，所以对于这个高丽菜来讲，你嘛未使一开始我就讲真重。当然，高丽菜是真容易耐重肥，但是呢，啊，咱较惊就是讲土壤本身有较大这个问题，然后你氮素高，啊，有可能就产生这阿莫尼亚这问题哈、哦。所以这是一个好的物件，但是咱若个用无好，伊就变作是一个无好的这物件。好、哦，那想讲这个果蔬生长素阿多尼库哈，这咱常常咧讲这个问题哈。哦这阿多尼库呢，大家咧用呢，感觉真好用，安那用哪当哪用哪当，啊，到尾啊，即马够人咧用，足少人用呢。感觉讲，迄拢听到拢是负面的一个即个消息，哦，拢讲啊，迄用了安怎，迄用了会安怎，啊，迄保质期，迄用了会安怎，什么物件用了，什么物件，你那是卖个用啊，你当你宝宝啊，一点点啊。其实也还好吧，对不？啊，有诶讲买啊，我嘛是6000杯，但是你用10遍啊。一水花果用10遍，你是咧开玩笑？逐礼拜拢转一遍，连续转10遍。你讲啊，我嘛是咧花果，吼、哦，迄水足食辣咧。我讲啊，你地方无甲停起来，无啊，嘛是搁甲转啊，嘛是哦，迄种足长咧，哦，迄伤过头长，一条敢那菜刀咧。你甲看吼、哦，所以这物件就是安尼，就是讲任何物件，咱咧用的时阵一定爱知影吼，一好一定得加一解。所以伊啊，即、这个用的物件就是适当就好啊。吼、哦，咱要达到，咱要爱迄、那个啊，迄、那个效果。吼、哦，并讲即个有机肥嘛是同款。吼、哦，12包，吼、哦，即、这个啊，第12包240公斤，吼、哦，到300公斤卖超过15包一分地。吼、哦，即、这个啊，30公斤卖超过，即、这个量，吼、哦，即、这个用起来呢啊，真舒适。你那是超过迄个量去哩，歹势啊，即同款呢，因为呢，伊是有。有肥分的一个，这个尤其一个这个肥料，所以这种物件袂使下侪，不能下多，哦，而且除了这个问题呢，啊，以外呢，就无啥物款的一个这个啊，这个问题，所以咱通常是提来以啊，这种有机肥，吼，这啊，提来做一个这个拍底，吼，这效果呢，其实是还不错的，哈。那么这当我咱好朋友，吼，小做一个这个参考。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这553要提来喷血瓶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哦、那么一喷血瓶呢、这个其实我还是比较希望、哦、就是说、以对最早、哦、这做一个灌根的一个效果的比喷血瓶较好、哦、啊喷血瓶它也有这个血瓶肥的这个效果然后不说完全都没有效果但是呢、比较可惜的是说有一些这个以土壤来对这些作用呢啊这个得看不到效果和你喝齁、哦、这通常是安内这些情形对嘞。那么另外这个就是说你种各类菜齁、哦、你希望说啊这个头到尾齁、哦、这个当有一个啊标准的这种齁、哦、并说这个东西齁、哦、这个要怎么来使用齁、哦、啊其实我们也很想这样子来配齁、哦。那么既然你有这个需求啊不然给你稍想一下齁、哦、就是说啊这个东西我们怎么来给这个搭配啊一项作物呢在最近齁、哦、啊有这个需求其实咱大概都有一个齁、哦、弄一个啊这个东西齁、哦、这个慢慢但是较早因为咱物件无够济，过来就是讲啊，唔是讲物件无够济这个问题呢。当时啊，不啊考虑的呢啊，还是考虑到咱的这个成本的这个问题哈、哦。这真侪这肥料啊，包括咱给你推荐介绍这肥料，有时候、哎、它真的都比较贵哈、哦、啊。有一些东西，啊、有诶讲这个贵贵啊用这无差，因为用量无真济。但是有一寡咧食三顿诶哦，比如讲像啊，这个一寡这个大肥哦，咱讲诶这个大。肥、哦、大包的一个这肥料，这是在吃三顿的，对吧？啊，这种东西就这哪种咱的白米饭同款，吼、哦，这种东西呢就不能太贵，吼、哦，所以呢，这同学啊，你拢会听到，不啊，叫你用这个啊，一盒啊，一束子啊，五盒啊，四十三盒啊，四盒啊，咱是不是常常在讲，拢会去讲到这，甚至比咱家己啊平台在讲的这产品的个功课较济？为什么？吼、哦，因为呢啊，这个咱这物件等于是啊价菜。啊，这价菜你干那白饭其实就活得下去，但是呢，一种物件就是没有味道的哈、哦，这无健康的，咱咧食呢就是活着而已、哦、啊，咱啊有这样物件加嘞啊，这个都得啥物经营，用啥物都，咱这不是干那活着哈、哦，咱这是一种的生活哈、哦，所以呢啊，这大概是这个道理。虽然你讲起来好像一点较不伦不类啦哈、哦，但事实上就是啊，类似这种的，就是讲。那你栽培过程来对啊，没有作物活嘞，就简单，这大肥继续用都没有问题，它可以让作物活着，活得还可以哈、哦。但是呢，啊，要让伊伫这种较特殊的这状况，还是讲啊，拄到这种情形有当个这个应变哈、哦。那么这通常的需要呢，啊，个搭配哈、哦，比如讲啊，伫这个热的时阵哈、哦，对作物来讲啊，那是先过头热，吼、哦，咱可能就是爱用。这个玉米素哈，啊，那乌阴天哦，咱用这个 N9 哈，啊，然后那是去拄到这堵水哈，咱来用这个侵害绿藻哈，啊，然后那拄到这个冷哈，还是讲拄到去不小心哈，去下到这草药啊，啊，咱来吊车，哦，大概咱来安尼。啊，这物件呢，这大概搭配啊，其他各有去做侪啦吼，但是啊，你有当时啊，这些东西咱得想办法吼、哦，然后呢，啊，像咱好朋友讲的呢，啊，你那是讲，如果你相信我们吼、哦，你也是啊，不爱跟你讲一个组合吼、哦，比如讲咱推荐哦，啊，这是一个。啊，初级套餐哦，这顺顺的时阵，你就照安尼用。啊，那拄到啥物情形，咱有一个中级套餐，拄到特殊状况，啊，咱一行一行慢慢去加起哩。那我会利用这个时间哈。哦以前不知道在隔离的这个中间呢，一直在做这一件事情，好、哦，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就是讲，把所有的这些物件修改，这个熟客过，改经历过，那么在栽培管理内底，咱拄到咱想要去解决的这问题，回归哈、哦、温室小黄瓜什么啊，这个柑橘类哈。哦那丁丁这样一个这个困难啊，一步一步来给整理起来哈、哦、啊，这里底当然有真济是咱好朋友的一个啊经验哦，比如讲伊咱咧用啊用了效果真好哈，还、哦、有一寡是国外一个这个经验，丁丁哦，咱给啊做一个这种的一个给整理起来哈、哦，啊这个我们会在短期之内哈、哦、啊，当然就是讲。啊，大家做参考，吼、哦，这有当时啊，这样物件，吼、哦，那么需要大家共同，吼、哦，啊来给啊，这个尝试看看，吼、哦，这咱
我们会去做这件事情啊。啊，火力有一个这个推荐哈，所以这最近宝妹在讲的这个 A 餐 B 餐哈，后摆呢，咱就是一个啊，这个全神农的一个这种啊，这种快乐全家餐哈，哎干啊，这个。啊，一个这个高丽菜的一个这个欢乐套餐哦，啊，这些物件咱就是啊，种各类菜，大概就是这样子。啊，这些小番茄哦，啊，这个精致套餐哦，啊，这有什么款哦？这个啊，这种啊，碱性土壤专用的这个套餐哦，啊，这是一个海边啊专用的哈，哦，高 EC 的这个土壤专用的这个套餐啊，是什么款啊？咱大概我现在已经把整个这个架构大概都已经啊，改以这个熟客轨哈，咱希望讲紧紧哎，把这些物件呢啊，就给它编啊，给它编录出来，然后大家做这些参考啊，哈。